现在开庭，请法警将被告人带入法庭。请法警将被告人的谢具打开。下面核对被告人的身份情况。被告人，你的名字、出生年月日及家庭住址。我叫张学，1998年3月1日出生，家住房山区。下面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，被告人张寻，男，1998年3月1日出生于防城港市防城区。I walked away and heard the sound, the sound of my own heartbeat. My heart is beating all alone.你知道吗？我不敢向你表白，但是我却控制不住自己。如果我不说出来，我怕我会遗憾终生的。我不祈求你能够马上的接受我，但我也愿一直陪在你的身边，默默的做你的守护天使，你的 ZX。哟，ZX 同学还坐在座位上，以为大家不知道他是谁呢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敢做不敢当是吗？问你什么意思？怎么了嘛？想干嘛？现在是你要干嘛？被告人张寻，法庭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向你核实，你需要如实回答，听清楚了没有？听清楚了。被你打伤的受害人和你是什么关系？同学。你为什么要打他？作为一个高三学生，学习功课那么紧，还写情书干扰人家王弘毅。王弘毅可是我们班的尖子生，我们这帮老师都指望他明年考清华北大呢。他还和人家打架，直接把人家鼻梁给打歪了。这以后到社会怎么办？你们做家长的，以后要好好教育教育。真丢人！哎，你给我进来！你丢不丢人啊？在学校这里谈恋爱，又跟人家打架，你要像我一样啊？你不读书干嘛？那有出事吗？下面的法庭调查由审判员主持，请公诉人举证。接下来所举的证据是一组照片，这是被告人在指认作案现场的照片。红红女现在都不理你了，
球大了吧？小乐，嗯，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大家好像都不怎么理我了？上体育课的时候没人愿意跟我一起踢足球，上电脑课的时候也没人愿意坐，见鬼了就是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是朋友就不要瞒着。嗯，大家都说你是犯罪老师的儿子，以后也一定会是犯罪老师。他们怎么知道我爸以前得过东西？好像是因为有关系的。啊！依法应当得到宽大处理，以上意见请法庭在审办案件的时候予以考虑。法庭辩论结束，下面由被告人做最后陈述。被告人张寻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，你们判吧。你知道错了没有？现在休庭。张璇，你坐下。张璇，你捅伤李宇欢是因为一时冲动吗？你现在后悔吗？心里有什么想法？觉得我对不起我妈，我现在都这样子了，法律上能救我吗？张寻，你错了，现在能救你的恰恰只有法律了。你注意到刚才我们开庭的圆桌法庭了吗？它的天花板上印着蓝天与白云，选择在这里开庭就是为了消除你们的紧张情绪，更好的教育、挽救和感化像你们一样一时误入歧途的青少年，正是想要隐喻地告诉你们，社会、法律以及我们法官都没有放弃你们，只要认真悔改，好好接受改造，犯过错的人也一样可以拥有海阔天空般的未来。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34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判决如下：全体起立。被告人张寻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，